大头哥，哎，怎么了？在忙什么？哎呀，小心，别靠近那个蜜蜂那么近，等一下热到你。哎呀，下午有个客户想要点蜂蜜，搞点。哎呀，下午在做嘛，跟你去喝杯奶茶行不行？没空啊，下午那客户一定要新鲜的蜂蜜，我一定要采点了。下午再做啊，那么勤快干嘛？不然我跟你去那个电影院看场电影。都说下午没空啊。这个大头哥人这么老实，而且那么勤恳，那么多年来一直都不找女朋友，这么好的男人去哪里找？不行，我要想办法把他卡到手。要了。哎呀，大头哥，不好了！哎呦，我被蜜蜂蛰了，快点过来！啊，快点呢、啊，大头哥！哎，让你小心点，怎么不小心啊？哎呀，蛰哪里啊？蛰到那个隐私的部位。这肿了没有？哪个位置？哎呀，现在这里不好。还隐私部位啊？哪里呀、啊？哎呀，你让你别走那么近，你还走那么近，赶紧！我家里面有点我爷爷祖传下来的那个蜂蜜药酒吧，涂一下啊。哎，好吧。快点！哎呀，你真的让人不省心啊！哎呀，我家爷爷这个蜂蜜的药酒是百治百灵的，保证你一涂上去，哎，不出两个小时就好了。现在身体没事，我看消肿了。哎，不是啊，大头哥，我感觉还是有点不舒服。哎，还没有。等等，不对呀、啊。我爷爷说了，这个药酒一涂到上去，会立马消肿。你的确实起到我爷爷说的疗效，怎么还会不舒服啊？这是不是什么精神问题还是什么的？反正我就是不舒服，是精神有点问题。精神有点创伤问题，吓到了。恐惧，对，哎呀，除非你陪我去看场电影，还有喝个奶茶就好了。那么神奇啊？对呀，喝个奶茶，看个电影，精神创伤就好了。对，还有这个疗效。对，就是要陪多久啊？这个看一场电影两个小时吧，喝个奶茶也要一两个小时吧。可是下午那些客户要我那方便。哎呀，那只能退了，那就是陪一次就可以了，对吧？那说不定陪一次看一下疗效怎么样，如果好了的话就不用下一次，如果不好的话那可能就要陪多几次。奇怪了，还是多陪几次。去吧，争取把这个伤给养好，精神也养好，重要是精神，不然的话这个人整天都是恐惧在那个蜜蜂这种的那种恐惧的回忆里面就不好。对呀，那走，我们现在去，好吧？对，我让你不要走进我的蜂场了啊！哎，对，去看电影就说走，哎，不用拉手，不用，我去陪你看。哎，这走怎么拉了？哎呀，终于有机会跟你单独相处了啊！哎，没事，去吧，赶紧啊，等一下那电影院的散场。